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位佛菩萨，感恩恩师慈父卢金宏台长。他们的业障他们自己背，不要师父背。2009年牛，女的。2017年七月，诊查为脑癌，许愿1000张，放生5000条鱼，一年内完成。小孩子已经许愿吃长寿。就这个小孩子啊？对，化疗。几几年属什么？用不着讲了。2009年属牛。现在呢，这个脑癌这个细胞啊，还没有扩散，有一点点，不是太好，长在这个位置。好像有一个老太太。他小时候有没有一个过世的老太太领过他？没有，他的奶奶，但是都还在。还在是吧？还在修心灵法门的。嗯，有一个老太太，在他的身上，外婆有吗？没有了。外婆没有了，外婆看见过他吗？有。啊，外婆是不是脸长长的？有。眉毛淡淡的，这里一条。一点点。啊，眼睛不大，小小的。是。师父，医生。现在知道了吗？现在知道了吗？我告诉你，外婆在她身上，明白了吗？现在已经动了手术，需要化疗33次。请师父开始要多少张小房子？下一步要如何做？他的家里有人有杀业。杀业有。鼓掌、嗯啊、开餐馆啊，钓鱼，他的公公钓鱼啊，对，之前他的公公还活着不啦？活着，活着了，活着，身体一塌糊涂，是的，眼睛看不大见了，已经报应了，还报到孩子身上。他的公公有没有一个女儿过世啊？没有。儿子还是女儿啊？他的公公有两个儿子，一个就是他爸爸。对呀、啊。一个。还有一个呢？另外一个儿子。他的，你问问他公公有没有一个打他妈妈打胎掉过世的孩子啊？你去问好了，讲都不要讲了，就是现在这个来投胎的，死掉的。不知道，不清楚。听得懂吗？就是说他的公公的孩子死掉一个，这个死掉的亡魂就是到了这小孩子身上。好。听得懂吗？听得懂。这小孩子每到晚上就会害怕。是。因为这个灵性每天晚上来，白天他挺好。其实这个孩子，我告诉你，如果不查，当时要是不查，好好念经学佛，可能也用不着吃这么多苦。现在你要帮他念小房子，至少10000张。好。还有放生，大概要9000条鱼。是。这孩子现在还好，智商还没有算太坏，还有一些些记忆力，但是脑损伤很大，他的脑盖骨啊，我看了已经开颅了。是。他现在小便啊，大小便啊，有些控制不住啊。有吗？也。会的，长大了就会了。你每天给他念心经。好。明白了吗？明白。
你教他念经吗？有。你想吃素吗？他已经许愿吃长素了。嗯，吃卵磷脂好吗？好。你看看爷爷身上手这个地方还有头这个地方有没有菩萨？有。亮不亮啊？亮。是不是穿白衣服的？是。你看得到，爷爷知道你看得到，你会有救的。爷爷已经给你刚刚加持了，我请观世音菩萨给你加持了。你好好的活着，好吧？好。你们这样，如果他化疗几次之后，指标明显下来，跟医生商量，不要让他受伤太多，可以减少和慢慢的停止。因为菩萨给他加持，他很快就会好起来了。好的，长台长爷爷。嗯，你要吃全素好吗？他的功课是21遍大悲咒，他自己念21遍心经。你问他，在他生病之后，他们家里有人许大愿，我不知道是谁。他的婆婆。许了大愿之后，菩萨到他梦里来过一次，你问他。你做梦看见过菩萨没有？他的妈妈。我梦见。跑错人了嘛？该看到的没看到，啊？现在知道了吗？知道。我告诉你啊，杀业很重，必须要念礼佛大忏悔文，否则一定会出大事，明白吗？明白。你们不要再这样了，害孩子。所以爸爸妈妈不好会连累孩子的，你们去看为什么这样，因为孩子比自己受伤他爸爸妈妈还要痛，所以不能啊，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受伤，就要学会自己爸爸妈妈就要自律，明白了吗？明白。好了，这个孩子没什么大问题，他就是啊，以后在啊两年左右有个节，这个节过了他就会越长越大，如果2年过不了的话他人会长不大，但是呢慢慢的会有半边，就是不大能动，现在他已经有半边经常会发麻。好。听得懂吗？听得懂。感恩师父。好好念经了，每天给他喝大杯水。你喜欢菩萨吗？喜欢。喜欢菩萨吗？喜欢。啊，你看见菩萨有没有光照给你呀？有。爷爷身上有一个亮亮的菩萨，透明的，看见吗？看见。啊，光出来了，看见吗？看见。啊，现在照到你哪里啦？身上。头上。好了，没事了。他许愿要做新儿童班的老师。嗯。不要着急啊，把身体先养好，以后有的你做功德的机会呢，好不好啊？好。他以后有一个，你们要做好个思想准备，他如果长大了他以后不会结婚了。对，他跟我讲他不要结婚。看见了吗？他说要像我一样不要结婚。看见了吗？像你一样嘛，因为你找不到呀，人家长得这么好看会找不到的啊，人家是天上来的，所以他以后不要结婚，听得懂吗？听得懂。嗯，好了，拜拜。好了，谢谢。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台长爷爷。念一个经给大家听听好不好啊？念一个背得出来吗？这个念一个稽首皈依苏悉地准提神咒会念吗？准提神咒稽首皈依苏悉地头面提尼吉吉之我今真正大准提我愿慈悲垂家父南无三多南下秒三菩提弃子南达之托安这里助力准提娑婆诃。大家看见了吗？感恩台长爷爷。好好修心，菩萨就会救度，
生了什么病都不要怕，我告诉你们，有观世音菩萨保佑，什么都不怕，什么病都会好。感恩观世音菩萨。